卷卷的。你有我卷吗？好热哦。那烫的，好自然。我是毛毛虫，我帮你。你不要。嗨，我最近有想要去烫头发了。干嘛烫？想烫哦，就是早上可以多睡一点，不用在那边整理头发。没有，烫了还是要整理。我跟你不一样，不好意思，我不会你塌塌的。嗨，啊，不要动好了，我要请月了。好，等一下小哈就要登场，就是一件很厉害的。我们三个都一致认为，哦，我很喜欢。good 哦，对，好台哦 ，good 哦 ，good 哦，你好像沙丁，哎、欸，你说的是三种沙丁包哎，哪有台中人哎、欸？要正常喽，好，小哈在我们后面，我们两个，我们要一起，三二一，好北气哦 ，hello， 我可以，其实我是快乐死的状态，因为这件真的超保暖的，超保暖 ，CP 值够高。来，这样子，来，你们是觉得好像很一般嘞？有没有人理我？还在加入中吗？有。那我们慢慢加入，换下一套。好 ，Hello， 我要介绍这个外套哦，外套哦。好，我先跟你们讲，这就看起来很像一般的飞行外套，对不对？其实不是哦，等一下告诉你们。然后这样子。我跟你说，你们应该都有飞行外套，但你们绝对不会有这件。对，连我都想买了。他已经一堆飞行外套，但他还是很喜欢这件。我已经三四件飞行外套这样子，它不是一般的飞行外套哦。好，拉拉要出来喽。好，来，它是这样子，里面不一样哦。等一下告诉你们是有什么原因呢？它是可以两穿，对，两穿哦，很厉害的。然后你看，那一般就是如果你今天穿就是那种像我刚刚穿的那种 polo 啊，或是你一般的帽 T， 或是说你比较想要素的大学 T 都可以。然后就这样配个黑裤，军队的话我习惯都配黑色裤子。然后它的话就是一样是有口袋，口袋是稍微比较浅一点。然后它这边的话是有做扣子的，这样压扣式的，这样子压扣式的。然后它就是这边是有这个口袋，小口袋。这样子拉链这样子，你可以放什么悠悠卡之类的，或是什么人家什么，你们知道厨师都会放什么筷子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们以前厨师都是这样子，然后就是这边就有一个小口袋，然后就是两边都各一个口袋这样子。两穿呢，你们是很好奇，两穿反面穿，好，我要来了。这件的话就是不是只有单一面穿的、哦，是两面穿的这样子，来。等一下哈，因为我现在穿有一点厚，要帮忙。等一下，我帮你搬过来，帮我搬另外一边。哎呦，好暴力哦！有人要破坏了那一切。哎呦，来，另外一个又是熊宝宝系列 QQ 毛，它很方便，而且你就是点，而且它这件超大，它完全是重磅型。你里面可以塞什么衣服都没问题。看，这也好可爱，好像熊哦。可以说今年超流行这种熊宝宝的这种 QQ 毛，这样子也很好看。然后这一样的话就是一样有口袋，然后这里的话是跟另外一面的话，另外一面是有扣子，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像这样子一般的这样子，没有任何扣子或者拉链什么的。对，一样反面有口袋哦，然后它里面就是这个刚刚那个另外一个颜色的，就是飞行外套滑面的那个材质，然后。它也是有拉链的，然后先给你们讲，就这里也是有口袋，然后一样是可以拉起来的，拉给你们。我好热，真是热死我了。刚刚有人问说会刺吗？我跟你说，这一款不会刺，来，超好摸，对，超好摸，比刚刚、那个、熊宝宝的熊宝宝更进阶的熊宝宝，重磅型熊宝宝，发胖型熊宝宝，一样是可以拉的。它的拉链的话是双面拉链哦，就是都是可以拉的这样子。这样子拉链是双面都可以拉的、哦，双向拉链，它是双向拉链。然后我刚刚是说有口袋，这里就是手肘，所以它这边是比较特别，就像很像贴布的那种，
然后很特别，它可以放东西，它可以插笔耶，而且这个里面打开是熊宝宝的那种材质，可以插美工刀，插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插那种厨师什么筷子还是什么叉子之类的，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哦、这样啊、哦，它不是插笔的吗？这样子哦，然后这个很特别，里面就打开是熊宝宝的材质，然后牙齿有口袋这样子，一长是65，这样子，然后它口袋就是。这里都是毛哦，这里都是毛，所以伸进去也是毛都是毛，只有上面是滑面布料，就是飞行外套布料的材质。嗯，对。啊，你如果说你像我刚刚穿那么黑啊，然后打开就是，人家就不会说你觉得好像今天怎么那么黑啊什么之类的，不会太单调，就这样子。这样子穿也很好看。一款外套有两种的风格穿法。身高150，我150。150遮屁股，啊，只有这个颜色，它是单一颜色，它是单品，对，那两个就是买一件外套就可以两穿，你不觉得很方便吗？然后这一款是1080，然后会再打95折，所以这一款要现在买是最便宜的。对，我觉得我超爱这件，我已经要买了，我超爱飞行外套，等于是1080买到两件外套啦。对，嗯，身高156大概穿到哪里呢？我158，你要穿一下吗？好。刚好 QQ， 刚好熊宝贝这边，很热哦，我很热哦，我是认真。而且这件超保暖，就不太透风进去，因为飞行外套本身就是不太会透风。而且我都已经穿毛衣，好办法塞进去。对啊，这件真的里面很宽，很大件。你看很大件。我158，可是因为我身体比较短，然后我可以遮屁股。它这件是重磅的，是真的很用心的材质，都超厉害的。GD， 你等下会被打。感觉 GD 就是会穿这种东西，很保暖，超级保暖。因为我很怕热，我刚已经快爆汗，你看我的额头，你应该爆汗的。哦，好，我想脱。好，你脱，你脱。就如果你冬天啊，你有时候穿的比较休闲一点，你想要就是穿飞行外套这样子的风格，但是有些飞行外套它可能就是没有办法那么保暖，你可能就是寒流来，就是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其实是没办法单穿飞行外套出门的。那这个时候这样子熊宝宝材质的飞行外套就很方便，它可以营造那一种就是很休闲帅气的风格，但是又很保暖。而且就不用一直像就是一般就是寒流来你只能穿那个羽绒外套的那种感觉。对，这件外套里面可以塞内双毛大雪梯吗？可以，因为这是内双毛大雪梯。对，它里面空间很大。我现在穿的是内双毛的 polo T， polo T， 嗯。哎，你看我这样穿，我也没有用手，我这样子哦，披着也很有气势，而且很可爱，就觉得。很可爱啊，像小哈这样内双毛大雪T，然后又这样子的，就是 QQ 毛的外套，其实就是寒流来的时候这样出门就很 OK。你也不怕说你走到一半啊，逛到一半，晚上天气冷啊，什么太冷啊，什么不会，这完全因为飞行外套本身就不太透风。因为它是防风的那一种，这样好啊。等一下，这边又 QQ 毛很可爱。今天会介绍渔夫帽吗？我们等一下带给你看。等一下带，这样子。外套还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真的超厉害，跟羽绒差不多吗？我觉得比羽绒还要再保暖一些，因为它毕竟里面是毛绒的东西，而且它是整个很有厚度的。你看里面又是飞行外套，而且今年真的是要飞了，我要飞了。今年真的很流行这样子 QQ 毛的材质，可能你们现在还没有感觉，可能下个月开始就会很多人穿这样子的。其实韩国已经很在街头上已经看得到很多人。材质如何？我觉得材质超棒的。另外面飞行外套应该就不用多说了 ，QQ 毛是这样子，跟刚刚我穿的那个熊宝贝有点类似，这样子。然后保暖度很够哦，很够，超级厚的，而且我刚刚爆汗。而且重点是它的飞行外套的这一面是很滑的，很滑的那一种，就是比较高档的飞行外套的材质。对，整件都非常优。超优的，你就穿哪一面都好看。今天想要穿绿色就穿绿色，想穿 QQ 毛就穿 QQ 毛。对，这件的话是1080，然后现在新品再打95折。如果你今天又抽到300块，就马上折300。太好了，不错哈，拜拜哦。如果是我就一定要买，我已经要买。快加购物车，快加购物车，购物车购。跟小哈抢，多少钱？1080。赶快跟我抢吧，不然那个雅静不准跟我抢。会掉毛吗？不会，不会啊！你看，
我们怎么拍它都没有毛出现，因为它真的算材质不错的，不是劣质的那种。我们有稍微替它理过毛。对，它是双面穿的，我刚刚有穿。穿久了毛还会长长，要理一下。女孩动物。这样子双面穿哦，再穿一次给你们看。这样子，这是熊宝贝的那一面。熊宝贝的那一面是双面的，是两面都可以穿。然后运费是满999，就是999块就免运。然后现在是先缴费的那个，但满1200先缴费会再折50。满1200先缴费折50，然后就会再免运。嗯，来，这是另外一面。就是一般军绿色这样，而且它是超级重磅，我觉得很亮大件，而且我超喜欢穿大件的外套，是比自己的尺寸再大了2号。对啊，因为像我自己那个背心外套都买 XL， 嗯，这样子啊，这是 one size 哦，就只有一个尺寸，它就已经超大了，一个尺寸一个颜色，对，然后双面穿，然后拉链也是双面，可以扣，对不对？可以拉起来的。我们的超保暖，可以非常够到一个不行。穿什么骑机车会很保暖？对的，没错。感觉零度很应该是可以，零度我觉得是 OK 的。你可以再戴个毛帽啊，戴个围巾。盖得住屁股吗？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模特小比156，还有盖屁股，然后那个小嗨150有盖屁股，然后我刚刚试穿了一下，是会盖屁股的。然后还有那个雅静是160，它也有盖屁股，比羽绒外套还要真的超心动，要买，觉得很赞哦！你1080买到两件外套的感觉，真的，你收到的时候，你觉得会觉得哇 ，CP 值很高，物超所值。不要觉得说1080很贵还是什么，你就可以除以2。除以二，就觉得一件才540，哇，好便宜！而且如果还有什么数学突然变好了，就一件很便宜这样子。如果是我，我已经要买了，这是我的袖口，不会，它是微松的，微松，而且它很有弹性，因为它是做那种宽松版型，所以它的袖口是 OK 的。这样子，有看到 QQ 毛的材质哈。这样子看起来超保暖，超保暖，我已经在飙汗，我在飙汗。我们里面其实是有开冷气，有开冷气，可是我还在飙汗。嗯，这样子。另外材质刚刚是有人没看到，好，再拿过来。你是这样才爆汗的，一直到。另外一个材质是这个 QQ 毛。QQ 毛这一面的那种材质，在韩国的街头已经很多那种潮流人士穿了。很多韩国的那个欧尼啊，还是那种男生，就是已经欧巴已经开始穿这种的了。这样子，嗯，两面穿很棒哦。哎，如果有男朋友，还是属于那种偏那种高瘦型的话，其实也可以试试看这个，又有情侣 T。这样子。好啊，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啊，去换下一套哦。还有问题吗？外套？我头发都乱了。我早就乱了，心动了，心动赶快下单哦，不能马上行动，到时候断货就没有咯。好了，拜拜，我就好，小哈要赶快换掉，他已经老欠瓜。对，好，然后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要主打的毛衣了。160的小编，我们没有160，我们有158、150跟164。160的小编，160是模特雅静，然后他的照片已经在官网上面喽。长发的那一个，对，160，我们都有放那个模特的资讯栏，然后上面有他们的身高体重，很保暖，超保暖。还有问题吗？不客气。我今天已经忘记完全放弃我的刘海了。嗯，我好像是你烫头发，自然卷呢、啊。雅静上次还问我说，怎么感觉刘海有点自然卷？我说不是，我是整颗头。那我比较喜欢自然卷。有吗？我很不喜欢哎、欸。这首歌很好听。身上毛衣很美，是吧？来。等一下，我们
会见有这个有四色，对，嗯，然后等一下小哈会再穿一色，他自己很喜欢的奶茶色。然后妮卡身上穿的是秀红色，我身上穿的是那种鹦鹉绿。然后我们等一下会等小哈一下，然后我先介绍刚刚有人想看的那个渔夫帽，我带给你们看哟，等等哦。不知道怎么带来着，其实我不太会戴帽子。没有，就是直接，这样子卡住就好。这样子，我戴的是比深灰色，然后它外圈这边是有那个软铁丝，对，然后你我差点说钢圈，是你是内衣吗？然后你可以去调整说你要怎么样的那个弧度，然后调整好你要的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想要去钓鱼有没有？冬天钓鱼就带这个保暖，这是针织的哦，针织的厚度大概是。这一件其实蛮厚的，嗯，它这一款是我们这次主打的毛衣，它超软，它真的超软，给你们近看那种柔软的黏密程度，黏密程度，什么？他有学他，谁谁亮妹，小六蛋很好看，好看吗？难得有一款我能戴的帽子，等一下我也来戴。好，我们先不行，毛衣为什么不让我戴？我的，好，给你都给你戴，那好厉。前短后长吗？稍微有一点。来，我们站后面。在后面。我在后面。你别了，你站好。这样子，它其实有四个颜色。然后妮卡身上是那个秀红色，然后小哈是奶茶色，然后我是鹦鹉绿，我是鹦鹉。鹦鹉。奶茶。对，然后还有一个是灰色，然后等一下会再拿灰色给你们看。这样子，先给你们看一下大概我们的搭配什么的，然后我等一下会介绍一下我身上这款裤子，这个裤子是新的，对，开窍，就是一个 low 我们是要 rap low 嗨，裤子是坑条的，帽子哦，我看成裤子是坑条，帽子是哦，它是那个针织的坑条，是可以卡住头风，但它会不会吹走？是不会啦，应该是不会啦。就是你可能要注意你的风向。对，只要是帽子，风太大都会飞走。对，近看材质，材质，我们的衣服还是帽子，我们都是针织的，就是帽子也是针织，然后帽子针织，衣服针织。想看灰色，好，等一下哟。抢镜头。想看第四个颜色，灰色是这个，灰色。它是属于比较铁灰的那一种。对对对，然后上衣的价钱，等一下哦，渔夫帽是299，先跟你们说，因为你们等等会问。然后它这一款叫做男友风，我看一下哦，等一下哟。你在等？我没有。男友风吗？嗯，不是，怎么会没有？有啊，599，男友风这个。这个是男友风，就是我们有试过，就是连那个男生也可以穿。对对，就是我们有请 boss 穿一下，然后他其实是 OK 的。对，然后男生其实就可以选我身上这种蓝绿色或者是灰色。他有戴针织帽的，头围偏小的适合戴这顶帽子吗？我头围比较小啊，我的也算蛮小的。但我是卡得住啦，我们往后带一点点就可以了。建议的话就是，如果你头比较小啊，因为你看起来很小吧，很小吧，很大。哎，头围比较小的话，这种的话就是你不要正戴，它要斜斜的，不好看。你要有点稍微这样从后脑勺戴，然后我都是这样戴，然后就是这里会有点稍微有点空间什么之类，然后你再自己调为这个这里的那个铁丝软铁丝这样子。然后帽子有四色，我这个是深灰那种铁灰，然后小哈这个是燕麦色，你又是燕麦色吗？有燕麦，好，有燕麦，然后百搭的黑色，然后还有这个灰色，浅灰色，好，再戴其他颜色，黑色吗？哎，我要戴黑色，那、你戴那个，来，你是不是担心？这样子，黑色也很好看。你看，我现在配奶茶色。想看板娘戴帽子，哈哈哈，好好笑，樱桃小丸子。怎么样啊？你看，啊，我不抢你的镜头，这样子可以吗？可以。好，
头小丸子，只差那个而已，这个票。帽子有四个颜色，四色哦。你看，樱桃小丸子，不要笑哦。樱桃小樱桃子的姐姐，碧桃子，碧桃子。他可以这样子，如果有那个的话，你知道小学生，就这样，然后你说弹的，如果有学生弹你，这样子，然后什么头型的都可以戴，因为他们两个平常都不戴帽子的，然后都是我在戴帽子，所以他们都可以戴，他们觉得这个，因为我们有刘海，所以往前压的话会不好看，我就戴黑色，他们说你很可爱，是吗？是因为长得像小学生所以可爱了。三个，我们近远远的给你们看一下，这是三个不一样的。好，我一下认证照，你看，这样子，不觉得都很好看吗？三个不一样，樱桃子的姐姐，樱桃子，这样子，来看都很好看。啊，我们来看一下讲什么嘞？秋冬很适合渔夫帽，对，或是毛帽都可以，对。但是这个其实因为它是针织的，所以它其实戴的话就还蛮保暖的。可以一起去钓鱼，对，可以钓鱼，要不要买个钓鱼竿？可以。有没有逗猫棒？钓猫棒。钓猫。然后还有一个颜色是什么？灰色、哦。对，灰色。然后再戴一下灰色。然后你戴。然后说我可以戴一些无微博的颜色。来，灰色是喜欢深灰，深灰好看。这样子，灰色就这样。这样子给你们看，好，赶快下单哦，299，深灰，好，就这样子，要打95折。我们要介绍了吗？要，好，来介绍美姬，来，好，这款毛衣啊，就是我们这一波新品的主打商品，它非常特别的地方是，就是它的开菜这边这样，然后因为它是男友风的。然后版型特别宽松，男生也可以穿，因为我们有请那个我们的 boss 帮我们试穿，然后他穿起来是 OK 的，男生其实穿是 OK 的，而且我认为它的色每一色实体看起来都非常美，就是这个鹦鹉绿是比较特殊的那一种颜色，然后配浅蓝的裤子也很好看，这款裤子是新的，哎呦，我差点跌倒，这里。这个是新的哦，新的直筒裤。对，然后我红色配这种杏色的裙，这款裙子超级卖超好的，就已经追加了很多批。然后我这样搭，然后小花是奶茶色，今年最流行奶茶色，配很基本的那个黑裤，很不要穿的那个很台的裤子，这样子，真的每一色都非常颜色非常的饱和，圣诞节风，我是基本色。三个姐妹都可以一起搭，可以，就是去圣诞节都穿这样闺蜜装，还有一个四色，还有一个灰色，四个姐妹，对，四个姐妹可以一起穿，对的，好，来我们来看，你们上衣衣长是多少？衣长是57，帽檐可以拆吗？不行哦，不行，它是一体成型的，对，裙子有什么颜色？黑色跟杏色，黑色跟杏色两色。两个颜色哦，而且这个很宽袖哦，宽袖材质很好哦，你看超有弹性的。这个蓝绿色毛衣外搭可以搭穿 CP 值爆表的外套吗？有啊，可以。有啊，你刚刚不是有穿对不对？我看有穿，就是你把那个 QQ 毛那边当正面，其实还蛮搭的。对，请问可以遮屁股吗？可以哦，可以遮。它是有开它的，修饰你的肉肉，对，修饰你的肉肉。虽然我肉肉没有到很多，但是还可以修饰一下。裙子的长度大概多少呢？我帮你看一下哦。然后呢，我介绍一下裤子，因为裤子它是新款，是新的新品。然后这一款它的裤长其实没有很长，然后我穿起来是差不多在8分9分的位置。然后这个裤子它是那个直筒裤，然后它刷色非常好看，这样子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它版型也非常的优秀，我发现我们这一条的裤子版型都非常的好看，我自己都很喜欢，而且它蛮显瘦的，我自己觉得直筒裤这样蛮显瘦的。来，我插一下话哦，裙子刚刚问针织裙的话，长度的话是75.5。然后那个裙子是之前的新品哦，不是现在的，是之前的，对。
然后等我一下，你们问好多问题。然后如果156大概裙子穿到哪里？哦，可以看小比哦，因为小比他身高是156，就是短发的模特的小比，他身高是156，你可以看一下他是穿到这样，差不多到哪里这样。请问跟高领针织毛衣厚度差不多吗？这个比较密，它的针织比较密，然后会比较再保暖一点点。对，只是因为它是宽袖，所以它还是会跑风进去，但是它的针织密度比刚刚那个高领的还要密。裤长的话是84，就是小个女可以穿的。对，然后因为我是最近好像我变瘦，所以我好像觉得它稍微再长一点点。然后裤子的名字叫做不收边水洗牛仔直筒裤，然后裤子只有一色，然后 S 到 L， 对，它有到 L 号哦。然后想看小六扎衣服进去的样子。好啊，等我一下，等他一下哦。这毛衣很赞哎，有点类似小贝贝材质。他们不是很喜欢叫他小贝贝才子吗？小贝贝才子，之前小贝贝才子的人怎么都不见了？这样，这宽袖的哦，宽袖的，而且很舒服，不会刺皮肤哦。这件不会刺皮肤，而且这件我觉得很赞，就是百搭的东西，就配搭外套都可以，这样子，不错。针织裙是偏厚的材质吗？它是薄针织，是一般的那种。对的，一般的薄针织。对，然后呢？这个还有灰色。如果你觉得我们介绍的颜色都会你对来说比较好，比较不好驾驭的话，其实可以选灰色，就基本灰。对，因为我自己的话，我也会喜欢灰色，因为灰色就是比较好搭啦，百搭的颜色。对，百搭的颜色。衣服有四个颜色，来我们。后退一下，再给你们看一下。然后等下妮塔已经换了她刚刚要看要给大家看这个装秀红奶茶鹦鹉绿跟灰色，这个颜色，而且超舒服的，真的好舒服。灰色很好看。裤子多少钱？裤子是百八。裤子是百八。会透风的裙子吗？针织的话一定多少都会透风。多少会哦？因为我的裤子是穿什么 size？ 谢谢你。你说谁？你说小六吗？小六穿 S 号。嗯。最近又变瘦了哦。刚刚妮卡有换另外一件，就是我刚刚一开始介绍的那个九分黑裤啊。然后现在妮卡来介绍给你们，就是刚刚那一件九分黑裤。嗯。好，我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这个是中间那个色，是卡其色，就是旁边这个人形。是比较深的，然后我穿的是比较浅的，然后我穿起来非常的就是梨形身材可以驾驭，因为修饰你旁边的肉。对，因为它后面有松紧带，然后它会让你的腰那边比较出来，就是如果因为我现在穿宽松可能看不出来，如果你穿比较合身的话，它会比较显你的那个腰线。然后因为它的那个裤管是比较宽松的直筒裤，所以你看会把你的那个臀部的肉隐形，所以梨形身材也可以穿这件直筒裤。然后我164穿起来大概长度长这样，也差不多九分位置。对，嗯。然后搭配一双袜子，其实今年冬天一定要有一双就韩国的这种袜子。少林寺，你自己的吗？我自己自留的，他们都先抢我的，然后都被拿走了，还是只能等，就都是雅静的错。163穿我身上这件裤子是九分长吗？我觉得差不多是在八分九分，然后因为我的那个脚的长度比较长，100，然后它虽然是只有84，但我穿起来它还是九分的位置。因为如果你是身高比较高，但是你是比较那种干扁体型的话，其实穿起来差不多会在九分。然后如果你是屁股比较有肉的话，会再撑上去一点。裤子是高腰的吗？都是高腰的，我们的裤子都是高腰版型哦。高腰的比较看起来腿部会比较比较对，针织不会刺哦，完全不会，这个是超柔软的那种材质，我觉得小贝贝材质，嗯，大家都这么叫它。还有问题吗？袜子也有卖，有叫韩国秋冬，2018韩国秋冬什么鬼的？嗯，2018韩国秋冬的袜子。然后现在有加购价啊，或是加购价四色是 A 组跟 B 组，对，加购价四色299。裤子只有这个颜色，裤子只有一色哦。
哦，妮卡的裤子的话是三色，对，有黑色、卡其跟驼色的那一种，咖啡还驼色，驼色，这个黑色在这里，然后我身上穿的是卡其色，嗯，还有问题吗？还有问题吗？我们准备要来抽奖。还有问题吗？嗨 ，Hello， 我们要准备抽奖礼哦。然后刚刚有裤子是什么材质？我们穿的，我跟妮卡穿的那个都是牛仔，都是那种丹宁的，都是牛仔裤。可以问板娘的口红色号吗？好美，你的吗？我的吗？你擦了什么？好。我是3CE 的 Taupe，T A U P E， Taupe 那个色号，是雅姬牛奶那个。对。会褪色吗？我觉得3CE 的，你擦了超过三个小时，它会慢慢。不是啦，啊，是问说裤子还是什么会褪色？我还以为他说口红会褪色。裤子163穿起来会不会很短？板娘164，对我164穿起来这个长度。它就是九分的位置，但是我认为说今年你一定要在就是九分的时候穿一双袜子在里面，可以就是微微这样露出来，看起来很嗨。裤子会褪色吗？裤子会褪色吗？应该是不太会，因为其实裤子上面的染料你要泡一下，它会有它的染剂跑出来，但是不会到整个就是很褪掉。因为它会表面上染剂是要把它用掉的，拿到新的多少都会再稍微推一点。对，尺寸不同，裤长不同吗？对，对，没错。裤子衣服穿起来会太长吗？不会，因为我刚刚穿的话是全长，刚刚你到脚踝吧？对，脚踝那边再下来一点。对，我刚刚穿是可以，因为我150，我150。好，马上抽奖喽！马上抽奖，来，这样，贝心，臭手。什么臭手啦？香手，臭手。有，他刚好出现。看一下，他刚好出现了。那个 BI119.BB，BI119.BB， 我刚好像有看到他。板娘裤子会显臀吗？板娘的臀才是真正的臀。看看，我要说什么？他是。我是梨形身材，所以如果我穿觉得显瘦的，你们应该都会觉得显瘦，因为我屁股真的是 L 号的屁股 ，S 号的腰，对，真的是非常的梨形。梨形，我们楼下还有梨形代表图案。艾迪子教主有吗 ？B I D 19.B B， 好像在讲那个什么车卡 B B， 车卡 B B。真正的臀，对，它就真正的臀，我们都不是臀真正的臀，正港臀，架杠，卡撑，在吗 ？B I 19.B B， 我怎么记得刚刚号在啊？板娘穿 M 号，你们有那个 B I 19不在是？B B 你在吗？你看，你都臭手，哇，重抽，好，那我们要重抽了。板娘穿 M 号哟，我刚刚穿板娘那件是 S 号，你是李光洙吗？好，是 ASD080680 ASD080680。 要来跳舞了是吗？太 Q 了吧，你是说板娘 Q 吗？你说我 Q 吗？你不要让他太开心了，他等一下会叫到都不用睡了。不要让他太嗨，小帮手哦。我们抽了第一个预备的 ASD 080680，你在吗？零八零六八零，好像不在哦。臭手李光洙，在吗 ？ASD 零八零六八八八零，那么难记吗？忘记，今天记性不好。好，那我们要再重抽喽。快，伸不进去。你是去哪里？他们一定很希望自己抽到。这个应该有，这个常出现哦。七两个底线 H U A， 你一定在。七两个底线 H U A， 我知道你很常看，你到底有没有在呢？板娘的裤子有 L 号吗？有 S 到 L。对，板娘是哪个？这个樱桃小
是看不出来，是看不出来是白。我看起来很逆龄，对不对？没有，你错了。我才刚毕业。他很高龄。他不要再骗人了，骗人。那是刚毕业是这个，刚毕业是这个。我毕业一年。骗笑哎、欸。七两个底线 H U A 你在吗？你怎么这次不在了嘞？他应该在。他是不见，他来都不见了。你刚刚你在的。七两个底线 H U A。好了好了，我再抽一个。很年轻嘞、欸，都很年轻。这又不在，要再重抽一个喽。七底线不见了，他不是平常很常出现。你这是臭手。来，我看。WANJUN1021 我刚刚好像这个也没看到、欸、还是我没看到，真的很逆龄、啊、你不要骗他了，就说嘛，他没有，他等一下就谁素颜来想被抽到，你上次好像被抽到，对不对？ PIN 好像之前抽到，嗯，是啊，是他、欸、就是你，我超希望他抽到的，因为他真的，他的头贴真的超可爱。你怎么这样偏心？好了，那等一下直播结束后的话，你要私讯给小盒子，然后没有三天内没有私讯小盒子的话，会视同放弃哦。太大头图。好了好了，赶快抽第二个啦。好，来抽第二个。你要记得私讯哦。好，我要抽了，我要抽了。你要记得私讯哦。我抽到的是这个。然后是 LORETA 底线1128 LORETA 1128有底线1128128有在吗？有在吗 ？LORE， 所以要看要换可爱大头贴才抽啊，有可能哦。哎、欸，你们可以用个就是好认一点的、啊，我们就会记得你。那个128记得等一下。啊，你在要失去小盒子哦。好，那最后一个我抽，我抽。好的，在，不得不得。这个也是有点长。好 ，STELLAJ1015 STELLAJ1015 在吗？在吗？好在、啊、在，哎、欸，只有你啦！啊，怎样啊？一直入抽，抽几个去？一样，等一下直播解说记得私讯小盒子哦。三位得奖组，等一下记得都要都要私讯小盒子。好，好棒！好，好，等一下哦。等一下，我们会把那个抽到的名单给你们看。然后呢，我们每周一呢都是我们直播时间，然后我们直播呢都会抽购物金，或者是那天有特殊的奖品都会抽。对，然后今天不好意思，就是比较晚一点直播。对，然后这是刚刚三位的中奖者，大家看一下，然后记得去私讯小盒子给那个小帮手，然后他会跟你说就是怎么得到那个购物金跟购物金的使用方法。三天内哦。对，三天内。嗯，然后呢，19号到22号都有新品的95折，所以大家要趁这段时间赶快去下单购买。然后我们都是8点直播，然后不好意思，真有点 delay 到，对。然后我们就差不多是8点那个时间段直播，然后都是礼拜一都会直播。然后呢，大家就是礼拜一的时候呢，帮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直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次，就是我们礼拜四都会更新我们的微手札，然后礼拜三会更新我们的露咪副的，然后大家可以去 follow 一下，然后去追踪一下我们，然后也可以就是找朋友来追踪一下我们的那个露咪官方的 IG， 然后也可以去那个加一下我们的那个露咪的官方 LINE， 因为有任何问题呢，在那边回复的话，会比较快得到就是我们的客服人员的回复，嗯，然后有任何订单的问题，还是说你的尺寸问题呢，都可以赶快就是在，也不是赶快，就可以在那个。私讯我们的粉丝团，或者是私讯我们的官方 LINE， 然后呢，虾皮上面的问题就私讯那个虾皮上面的聊聊，对，然后大家就是追踪那个妮卡板娘，对，他会不定时的发他的动态，最新的动态，他乱花钱，对，然后大家对大家会就是可以看一下板娘的穿搭，然后还有那个小哈，就是小个女的女生呢，可以追踪一下小哈。就是他的 IG， 他上面会有很多美食的照片，然后跟他的就是游出去玩的照片跟那个穿搭照，对。然后呢，每个礼拜一都是我们直播，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看哦。然后我们都会抽奖，对，然后都会介绍一些就是我们的新品啊，然后还有那个穿搭的方式。好，今天直播到这边哦，好，拜拜。
板娘的 IG 是 Monica B M O N I C A B I I， 对 ，M O N I C A B I I。然后小汉的 IG， 在 H A A T A A I。好，大家记得去追踪他们两位哦。对，好，拜拜，今天到这边咯，拜拜，拜拜。大家记得去领自己的购物金，下周一见，拜拜。拜拜。